和观众朋友们，大家这个在我们精彩的节目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门位于纽约法拉盛的性感火锅豆捞性感火锅。那今天呢，现在也是特别的荣幸，特别的开心，又和我们可爱的同事们，还有我们的美女老板在这儿和大家一起来包饺子。哎，大家好，我见到美女老板梁英开始包饺子了。哎，那我想知道咱们老板是这个哪里人啊？东北吗？我是东北人。哦，东北人。哎，东北的饺子特别好吃。当然了，我从小就包饺子的，每年春节都包饺子的。那咱们东北包饺子有什么非常特别的一些讲究吗？对，我从小呢，就是家里人在过年的时候都会给小朋友包一些那就是给小朋友 lucky money 啊，就是放一个硬币。对对，我今天也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准备了。我听到要来了吧？这里有一个，大家在这个新年的晚上千万不要忘了哈，看看谁能吃到这个特别幸运的饺子。这是带来幸运、带来财气。我没想到，我好像在去年我真的吃到了那颗硬币。哇，那咱今天看一下哈，现在正在劳作的是我们非常勤快的石璐大哥。大家好，我是 AM 一三八零东岸的主持人石璐。石璐，咁你在整呢个面嘅时候要几多时间啊？多少时间呢？时间不知道，我们数一下好不好？反正一下要多久？你看，哎呀，紧张啊！来，石璐，三一二三六。怎么六秒？我有三秒，来，已经进步到四秒了。哎，不错哎，很棒哎。他擀的是就是中间厚，然后旁边非常的薄，对，特别平均。对，没错。那我呢是作为一个河南人，我家是河南的哈，我从小就跟我爸学了一招，就是包这种老鼠型的饺子。点样老鼠啊？你帮下。我等一下给大家包一下。我特别想知道董雷大姐您，哎，我包的饺子呀。是这样子的，你看哈，我那饺子呢是一般东北人的饺子哈，是用啊一个手包的，而且说我可以说，慢点，这个饺子啊包完了以后啊，对，大家都喜欢，因为它皮儿薄馅儿大啊，哇，你看。然后这比较像一个金元宝，对不对？对，这是个饺子，对，这一看就是自己家里好想吃，馅儿特别的足哈。我唔系点识包，但系我咧可以负责食嘅。那今天也是特别的荣幸，特别的开心。一般咱来东老坊的吃的都是热腾腾的火锅哈，我们今天吃到了这么美味的饺子，哎，我的这个小老鼠也出来了，大家可以开心了。虽然包的不是特别的好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它长得真的像老鼠，还是挺可爱的哈。咁即系嚟刘老坊，我唔单止有性感火锅啦、性感饺子啦，仲有好美丽嘅老板娘啊！没错，那也是欢迎大家在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来我们的这个豆捞坊来品尝一下，谢谢欢迎。对，不仅有这个热腾腾的火锅、新鲜的食材，而且也可以吃到各式各样非常新鲜的饺子。我哋今次做得好定系上一组做得好咧？上一组，是我们做得好还是上？来，对，我们可以来 PK 一下，上一组又到了这儿，我们可以每个人找一下自己的饺子，看看等一下煮出来谁的是最好吃的。好，我系卧底嚟嘅，我话你知。好的，那么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又到了我们马上精彩的节目又要开始的时候了。好了，那么我们，那我要借此机会给美东美西的朋友们拜个年喽。咱们2018年狗年好运，然后健康平安，好，等你好稳呢。好嘞，好嘞。哎，我们大家一样，我代表这个自己哈，这个 AM 一三八零的 DJ 啊，给大家拜个年。系啦，我系东部 AM 一八零嘅咧主持人车车，咁喺呢度祝大家新年快乐啦。头先都见过啦，上一组啊嘛，我系卧底嚟到呢组嘅啫。那就祝大家新的一年里事事如意，身体健康，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发财。进了月色中微微打烊，弹一首小河淡淡的香，美丽的琴音就落在我身旁，萤火虫点亮夜的星光，
谁为我添一件梦的衣裳，推开那扇心窗远远的光，谁采下那一朵昨日的忧伤。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又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等你宛在水中。华语电视、华语广播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过年好！非常荣幸，今天我们来到九九餐厅这个风水宝地，也借这个地方
给大家写几个新春的寄语，来预祝各位朋友新春快乐，狗年万万。好，送福，九九兴旺，好，好，谢谢，也祝大家，我们一起也祝大家新年快乐啊，身体健康，好好好。